你来到都灵只要1.99欧，你没听错，意大利最划算的出行方式。了解一下，在意大利又便宜又方便的长途大巴出行，你知道吗？下载大熊旅行 APP， 找到大巴车页面，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，就能看到不同大巴公司的所有大巴车班次。最近新开的大巴公司 Itabus 特价活动，米兰到都灵只需要1.99欧。除了到都灵的1.99特价票， Itabus 现在还有米兰到博洛尼亚3.97欧，到威尼斯6.97欧，到佛罗伦萨7.97欧，到罗马12.97欧等各种特价优惠。在米兰乘坐巴士也十分方便，乘坐红线地铁到兰普尼亚的地铁站，地铁出站就是米兰的长途汽车站，找到自己的巴士班次，出示手机上的电子票，直接上车。 Itabus 是意大利新的大巴集团，所以他们的巴士都是设施豪华的新型双层巴士，座位宽敞舒适，还有像火车一样的四人带桌座位，适合家人朋友一同出行。车上有临时售卖机，可乐饿了随时开吃，不用等到服务区。再来看看卫生间、洗手池、化妆镜一应俱全。在巴士上层坐在第一排可以无死角观景，车上还提供充电插座和全程 WiFi， 乘坐体验堪比火车商务舱。从米兰出发到都灵只需要2个小时，跟火车相比差不多的时间，只需要1/6的价格，简直不要太划算。在大熊旅行 APP 直接下单，支持欧元和人民币双币种付款，支付宝或微信任你选择。而且 APP 是全中文界面，配有全中文客服，再也不用担心意大利语不好订错票啦。快来下载大熊旅行 APP， 下次出行记得坐大巴车哦。